今天要教大家怎么开牡蛎。那首先呢，我们要先准备一把剪刀，然后在牡蛎的开口处这边把它剪开。剪开之后，它的开口这边会有一个小洞，那我们就用剪刀的一角从这个小洞的地方稍微戳进去之后，上下把它扳动一下，松动了之后，然后大家会发现它里面有一个备注的部分，然后我们就用剪刀把备注的地方稍微把它剪开，剪开之后呢，把它往上扳动，它就开了。